Okay.
主，我哋有生命，感謝主，我哋而家聽到嘢，感謝主，哈利路亞，哈哈哈，感謝主，我哋可以唱詩歌讚美你，感謝主，我哋識得企，識得行，識得喐，感謝主，我哋而家有生命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你試下感受下隔離嗰人嘅手。感謝主，他有一手有温暖的，感謝主，但是神你的愛比周圍的生命更加美麗。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給我這個生命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給我這個生命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與你的愛傾倒落嚟，遍滿高山更深，你的愛湧落嚟。你試下用個手做呢個動作啊！啊，你的愛湧落嚟，哦，啊啊啊！你的愛湧落嚟，哦，我係被你所愛，真係好啦！感謝神。嗱，呢個世界雖然係冷漠，因為人好多人在罪里面，但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很爱我们的，在这个冷漠的世界我可以享受到神的爱。其实基督徒很多时看世界就会很失望，但我们看神就会很美好，我们越多基督徒活在神的爱中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美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介意人那么多，不要要求人那么多，而只是更多祝福人，将神的爱带到这个地方。神啊，你的爱倾倒了身上，遍满高山跟深海，遍满高山跟深海，你爱是江水涌动，我决定将我心敞开，是意志者中枪，你
样嘅，就永远永远嘅，一路颂赞主，我一路颂赞嘅神，一路谂住神喺我哋前面，我一路去颂赞我哋嘅主，一路爱佢到永远，我要永远颂赞。順利冇所謂㗎，哈利路亞！呢個世界上有好多人咧，佢哋都有好多困難，不過佢哋依然繼續生存。如果我哋比較好多人嚟講，我哋冇好多啊，所以我哋就係神啊！我哋其實可以唔使諗咁多嗰啲困難，我已經比好多人好好多。我哋就每日感受，放低一切嘅煩惱。哦。有些地方的人根本沒有家的，沒有床的，沒有櫃的，沒有地方擺東西的，他都是這樣生存，我們都有這麼多。神啊，我們就放下一切的重擔，就是享受你。哦哦，耶穌，耶稣，我享受你。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在耶稣里赞你颂。神的王子公主是完全需要担心的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来的。哦，我们有很多福气，很多福气等着我们，很多福气等着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。
受患了，我哋按在我哋身上。神啊，我哋放低一切重担烦恼，你试下每一日，你就喺神面前。神啊，我何必担心呢？何必敏感呢？何必劳嘈呢？事情不顺利不紧要嘅，事情点样不顺利，我哋都总比好多人舒服好多。我可以永远享受。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！你成日将心里重担吹晒出嚟，啊！神面前放松自己，冇晒烦恼，冇晒重担。